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接播了，接播了。夏天到了，台风天和下雨天的频率也会增加。Baller 这边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了，气温还是稍微有点低的，这时候长袖的衣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这款休闲透气的训练 T 恤，宽松的版型，不会很厚，气温低的时候套上刚刚好，趁着活动可以冲。特别是下雨天，室内打球运动完，直接穿短袖出门的话，可能会感冒。这时候备一件长袖，运动完换上就很 nice。即使是艳阳天，现在室内空调、冷气都很足，长袖穿上不冷不热，刚刚好。老粉可能都知道了，这件可以算是咱们的老朋友了。去年咱家的主打产品，很火，口碑很好。吸引人的是衣服上满满的篮球元素，胸后超大的篮筐图案，很骚，很有个性。其实这种长的训练衣，不仅运动健身可以穿，休闲约会也能驾驭。独特的面料，吸湿透气，大伙不用担心夏天穿会很热，秋天当内搭，冬天还能充当保暖衣，一举多得。除了这款经典的蓝色， Baller 还给大伙安排上了橙色和经典黑，胸前是蓝人的中文字样，加上篮筐组成。最骚的衣服背后，超大的球，镜框的图案，场上最美的画面莫过于此。闭上眼睛感受，大伙肯定听到了那一声声刷的入网声。衣服采用 100% 聚酯纤维面料，触感柔软，穿上贴身舒适，还有一定的弹性，不起球不掉色，专属运动材质，具有吸湿排汗的功能，透气性十足，还是速干的。独特的数码硬质技术，升华一体式，保留了衣服的透气性，图案 logo 与衣服融为一体，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胶印版，色彩鲜艳细腻得体，不脱胶不脱裂，质量保证，精致走线密布，每一件都是精心缝制。衣服下摆还是开叉的设计，运动不紧绷，易活动，颜值高，功能性强，篮球元素满满，可玩性强，没有一位爱运动的 boy 能拒绝它。也是希望这件衣服能给大伙传递着正能量，热爱坚持咱们的篮球事业，祝大伙球技暴涨，冲就完事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